嗨，大家好，我是交运师溯源之旅体验官周柯宇。10月2日晚7点来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交运师旅行每一站，环保每一程直播间，穿行交运师原产地，感受植萃力量，了解社群故事。我也将第一次尝试有机耕种，你是不是跟我一样期待？另外，交运师旅游零售团队与海南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携手开展了红树种植公益活动，快和我一起许下环保承诺吧！你许下的承诺会变成一棵红树，改善水质，保护地球生态。来海口的朋友更可以来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的交运师快闪店许下承诺哦，同时体验产品所蕴含的负责任的美。当然，交运师还为大家定制了超多活动专属礼遇，11月2日晚7点，我们不见不散。